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小声谈天下》，与您分享社会上的大小事儿。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，可是钱包这么小，哪儿也去不了。俄罗斯号称是战斗民族，在网上经常看到俄罗斯人徒手斗黑熊、徒手打老虎的视频。近日，一位国外友人受到了视频的刺激，他号称天下无敌，于是他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。这位朋友去到动物园时，看到动物园里的黑熊如此凶猛，导致他抑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爆发了，纵身一跃跳入了园中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这个时候，悠哉吃瓜的黑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玩具，竟然敢闯入自己的领地，就决定上前教训一下这位不知死活的人类。可惜他不是俄罗斯人，很快就被黑熊扑倒在地，浑身血迹。此时的在场的人员都纷纷呼救，最后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制服黑熊，救出了男子。要知道，黑熊是一种凶猛的食肉动物，还好他吃饱了，不然这名男子估计要成为黑熊嘴里的食物。在此奉劝大家，做人要量力而行。网上的一些视频我们无从分辨真假，也许所谓的徒手斗黑熊，而黑熊其实是人装出来的，只是为了制造搞笑的气氛。我等凡人还是远离这些危险的动物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千万别轻易模仿。本期节目就到这儿，喜欢请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